我们看2014年 PT3 的记录体系，他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，10、11、12、1、2、36小时，所以这边总共有6小时。你要的话呢，它是11500分900，所以1500减900的话，其实是6小时。所以它第一个小时，这个是 rib hour，是每小时的价钱哦。所以第一小时的时候1块钱，接下来的2小时每小时4块钱，所以乘二，然后接着它总共6小时哦，所以它在这边乘三，所以我就有155，然后428339，OK。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有五加八加九。所以是22，所以答案是 RM22。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这边的2015的这一题，Astri 它要建两个 tower as the same side as 这一边，所以我们这边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所以在这一边 state the ratio of A to B，所有的 A to B 的时候呢，它的 ratio 是12:18，然后刚刚这边算12:18。都是六的倍数嘛，OK，六二十二，六三十八。So a number of toy need to remove from each tower that the ratio is unchanged. Find the total of number of brick to be removed from each tower. 所以你就 A 减掉二，B 减掉三就可以了，OK。你这 ratio 是2:3，你直接减二减三就可以了。你心里想，12减2等于多少？十。然后18减3多少？15。所以我的10:15的时候，它就是2:3，它的 ratio 还是没有改变。所以我 remove two from A, three from B, total 5，这样 total remove 5个。